雷三小过。好，雷三小过。我们有一个大过，一个小过，一个大序，一个小序。好，这个天道呢，遇到小过卦的时候，为什么是中孚卦的之后？中孚卦是性，人之所系的，大凡都所系你的时候必行，一定会行，有动作出现。哦，行则有过，有时候我们做事情会有一些过失，或过一点，或少一点。小过讲的是小事过，小事过一点，还有过之小，过很小，这个是不为过。哦，这是易经讲的小过卦。那为什么这雷山小过呢？雷山上有雷，雷一打在山上的时候，雷声可以传得很远，对吧？无所谓，无伤了。好，打在平地上也无所谓啊。好，过去一下就过，这是小过。我们人难免都会犯点过失，小过是无所谓的，无伤大雅。你不要啊，好，一直在一天到晚就讲了一点点，那你自己是完人啊，对啊。小过是无所谓，好。那你我刚刚说什么就地枪决？你不要人家违规停车，你敢就地枪决，那太过了，那大过，那不是小过哈、哦。好，不要乱搞。如果要用的时候，如果觉得我讲很有道理，为什么现在问我们嘛？有个标准嘛？哦，水泽节标准在哪里？好、哦，节卦就有标准。好、哦，初爻到六爻啊，有。哦，你不要初爻六爻都不知道，我刚刚讲的就地枪决，好了，你给他，所以我把如果自己爻，结果自己爻枪决了，哦。为什么你摩托车是停得很安全，没有违规，结果人家给你牵到那边去了，结果你违规了就干掉了，结果你牵的时候还以为被偷，结果人家以为你违规把你干掉了，然后太过了不行。好，这个小过之道啊，要小过之道必要宜时，好，一定要有时机，好，一定要随时宜时好从事。你要做什么事情啊，什么行动的话，一定要顺时而为，看什么时机。好，你在这个时机上面做一点过失无所谓啦。比如像台北市啊，以前呢没有什么捷运，没有那么多车子，摩托车、脚踏车比较多，你车子啊乱停就不对了嘛，到处都有停车位嘛。现在是停不到，你偶尔停个黄线无所谓啦，红灯给拉走了，这种小过了，小过失无所谓。好，这要因时制宜。好，因时制宜。好，今人呢？现在人呢？这过什么呢？过在哪里哈、哦？过功。好，过于，太过于恭敬。哦。过哀。啊，人死了在那边呼天抢地的。好、哦。又过俭。好、哦，节俭。好、哦，这种呢？就是所谓的大过，这种绝对不可以，哦。那你看这一次国民大会，一大堆人在那边巴结他，还要求他出来，这种人就，我要告诉你，是我提的哦，你记得哦，下次干部长的时候，深圳干完我来干哦，我亏点也无所谓了，哦，这就不对了，好、哦。所以我们讲小过哈、哦，如果呢《易经》上面提出来的，当过则过，好、哦，当过则过，好、哦。无伤啊，没有伤，无伤大雅。好，如果是不当过，不该过，好则过，好就马上从小过变成什么大过，好不当过则过，这就是犯了大过失了。那最重要，诸位一定要因时，好因时制宜。占卜，有一年呢，我有个朋友。很好玩的，民国82年是不是有年？有年、啊。那81年是什么？申年。申年是什么？是不是猴年？啊、哦。81年，他呢？他们姓林。那他二小姐，家里面环境非常好，他父亲是很刻苦耐劳，然后起家创业，创得很大。哎。结婚的时候，一个女，这个二女婿有问题，二女婿呢想贪，哦，想贪就是说，这个
你应该给我什么呀？他一旦在他岳父的公司里面，如果得不到一些好处的话，他就要去打，回来就打老婆，无缘无故就打，在家门口都安安静静、标准的贤妻良母。然后他也不晓得为什么打，为什么打他，就没事在那边打，没事在那边打。要离婚，离婚可以啊，你给我3亿啊，你就知道这是他的显现出来。好，来找我怎么办？拿铜板一丢，雷山小锅。你看啊、哦，明月当空，明月当空代表政治清明，正清。好，包青天头上的月亮代表司法公正。好，司法公正。第二个呢，零下一人，看到没有？一个女的不是掉到网里面吗？零下姓零人嘛，零姓人。好，零姓人。一个人陷在网中呢，不得脱身，受到束缚了。人陷网中就是不得脱身嘛。受束缚。受束缚。有一个人坐在那边弹冠，有没有？弹冠求婿了。那个男的坐在那边，看到没有？离婚啊，可以啊，但是不爽快，把你还是给你束缚到，懂不懂？嘴巴说要离婚离啊，你拿钱来，不给你离，哪那么简单的？所以一个人弹冠，我们给他挂上血的时候，弹冠呢，第四个是求去的象，求去象没错，但是呢，求为外形，外面是求去，好，束缚人在。他绝对不会跟你好聚好散的，这就是小人嘛，好，意境难出，好，是不是意境难出啊？好，束缚人在。那有一个人在割网，有没有？贵人相救，好，就是脱困，好，就会脱困。然后第六个是不是猴子在山头？猴子在山头啊？第一个猴子在山头指的是什么？猴年就是生年嘛。第一个有猴呢，后是等候，后在出山，再重新开，所以雷山小过有重新开始的象。那官司要不要打掉啊？贵人要相救啊，要让他脱困啊，拿刀去割网啊，那我就自己去冒充贵人啊，然后去找个我们很好的朋友，是女孩子的，她最恨，她是女的，她最恨老公打老婆了，对不对？我就去找她。如果是找男的的话，说，哎呀，无所谓了，夫妻打架，找女的，她敢，敢，好，女的司法官了，出来了，然后找个老虎的，很凶悍的，那叫她到那边去告，一下就干掉了，一下就离婚了，那就只有一条路，不离婚就是坐牢了，就干掉了。尽量要剪掉，不然那个男的回来找我，不晓得怎么在后面搅局哈。读出来给你们看，好。阳宅，好，阳宅。还有，卜卦，或者是事情，或者是做梦，你遇到灵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灵就很简单，灵性的人啊，好。如果加一个火就是焚的，所以灵呢，什么叫做灵啊？灵就是一火焚啊，知啊。所以你如果流年流月逢到雷山小过，对不起，家宅要失火了啊、哦。后面还会再讲，所以我很累，我再讲一遍，知道吗？好，很麻烦的。阳宅部分，长子呢居三子位，你晚上睡觉做梦，怎么树林那么多？准备失火了哈！这个大儿子居三儿子的位置，这个位置这个藏了有很多人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就很多雷山小锅，本人告诉你哈。这个哈，感情啊，困扰，非常困扰。然后，王女呢？不放，认识个女孩子以后，拔住不放啊！啊，分手，对不起，我不同意、啊，
开始了，到学校去扯你，到学校去了，所以你们女孩子交男朋友之前啊，最好先看看是不是来三角波。我读图嘛，啊，那女孩子就读了好了，让男人扯不清，每天还在后面跟踪啊，看你有没有交男朋友啊，怎么样？每天在扯，啊，深更半夜就在家门口等，每天早上出门他就在那边等，他正事不干就在每天在困扰你。那你如果你是父母，你发现了你儿子这样子，你知道他是连三小过，知不知道？好、哦，你不要去说，哎呀，儿子啊，你没有一直劝他，你劝了半天没有用了，他你一离开他就是小过、啊，哦，你一在他说他是泽雷水啊，一离开他就是连三小过了，好、哦，这个是问题很大，好、哦，往里不放了、啊，这是小人了、啊，不顾一切，真是不顾一切哈、哦，哎。萧猴属猴子的人呢，好、哦，还有猴姓人不忌，哦不忌。如果你看到你儿子跑在动作走路像小猴子一样，突然跑了，你那个脸笑起来像猴子，吃东西吃花生也像猴子，喜欢吃香蕉不喜欢吃西瓜，然后爬树就爬到衣柜上面，什么那个动作很多，好、哦，小过无所谓啊，他不会的哈、哦，动作也要像猴子啊。好、哦，那如果你儿子是猴年生，动作又像猴子，那就王永清第二了哈、哦。王永清真像猴子、啊，你还是看看啊。好、哦，第三个呢，小过呢会伤人，因为他感情不顺啊，伤人有过。好、哦，婚事呢不成。哦，那个、认识的女朋友还不放，还要去跟女朋友谈判，还要到他家人去把他哦，你不让我，你是父母亲，你不让我跟你女儿来往是不是？没有关系，他把爸爸也打了，把家里面都打了，对吧？这个打，小过啊，伤人啊，哦，那你发现你儿子这样拉又拉不回来，你就要想想看。所以现在天下很多父母亲遇到这种情况，跑去找张老师，不要嘛，找你老师嘛，找我比较有用啊哈，哦。那有什么用？我们都不要讲话，为什么？好了，讲完了，继续，好。